见过了我们的佳丽本人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她们真的太美了？亚洲小姐马新赛之15名佳丽，星期三在吉隆坡时代广场第一次公开亮相，吸引了逾百人到场支持。有人自备灯牌，有人举着佳丽人形站牌，亲友应援团实在是太给力了。娜，终于等到佳丽华丽出场，她们都拥有纤细的长腿，玲珑有致的身材。本届的亚洲小姐，就如我们的评审之一梁董所说，每一位都是高素质。面对主持人随机提问，佳丽们都从容对答，看来事前都做足准备。才艺表演环节还没开始，现场支持者的尖叫声就充斥着整个商场大厅。一号佳丽陈美诗率先登场，她轻敲出碗的声音带来动人的旋律。而四号雷欣慧和七号朱延彬几场表演快速作画，以国花大红花形容佳丽。三号陈香维，八号李如莹，十二号周诗颖和十四号黄诗琳也为观众带来精湛的舞蹈表演。十一号池林德则做回老本行，以后空翻、劈腿等高难度动作呈现美人鱼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六号林静心走出选拔时表演突锤的阴影，她在男友撑场下自弹自唱 50-50 的 Cupid， 甜美的演唱一雪前耻。15名佳丽首次亮相活动十分成功，现场不少民众主动上前要求合照，而佳丽们也亲切地给予回应，更一一解释投票流程，为自己拉票。不过，攒获不少人气的佳丽，单凭今天的淡定是不足够的哟。若在决赛当天的千人宴上，依然能保持水准，甚至超出水准的表现，才有机会脱颖而出。